说他们最先开始他们就在这儿，就说这个地方已经是他们自己的，我们就说他们是一个野蛮的民族。太阳落山是陕北最后是一天要做五次礼，汉族人他不做的，没有什么武器。信仰自由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过政府做啥子？他说爸，妈咪好。不接了，别去了，来，妈，接了。刚刚呢？欢迎来。啊。礼拜天的时候就走不成，全是人。他附近的呀，那些农民呀，全部就来了，大队的都到这来。现在比较稳定，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少数民族，比如说学大学过来没有工作，认为当大官的人都是汉民。我们区别就是我们信伊斯兰教，他们是那个佛教，他们干坏事太多了，如喝酒吸烟